大师姐，这下你可跑不了了吧？你快放开我！哈哈，不错，工资见长。哼，老东西，这回找我又有什么事儿啊？ 这是老子貌美如花的五位女徒弟，这是老子一辈子打下的江山。今天只要你赢了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。老东，就算十个你，也不是我对手。五位师姐，我要定。五位师姐，我要定。 来，老头儿，就你这酒量，还想喝老五？瞧你那怂样吧！啊，爱美女不爱江山是吧？ 老子偏要把这个江山拿着吧你！哎呀，皇令的转钱人终于给让出去了！你看，嗯。 大师姐呀，大师姐，这可是在玩火啊！先把你吃掉！啊！臭小子！ 现在可不是时候，我们五个师姐可承受不了你的先天值阳之体，你呀必须要找一个先天值阴之体的女子，阴阳调节，跟着阳气散出去之后，才能和我们结过姐妹缘。哎呀，你说这么漂亮五个师姐摆在我面前，这光能看不能吃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还不如死了算了，这是。 行了，臭小子，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，你大师姐我呀，早就帮你物色了一个先天纯阴之女子。人在哪儿？江城秦家秦以沫。秦以沫，有你这么好干的？人家秦以沫好歹也是江城第一大美女，为你呀，绰绰有余。 哎呀，还是我大师姐对我好啊！谢谢大师姐，那我现在就去疆场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这好歹也是见你的未来老婆，你就打算穿成这样啊？我穿成这样怎么了？我觉得我现在这样穿很舒服啊。第一印象很重要，人靠衣装你懂不懂？人家秦以沫好歹也是家族大小姐，你以前那些衣服呢？你得支棱起来呀！哦哦。 那这张卡也就行，可够你花一阵子的了。去吧。可是我舍不得大师姐嘛，来，先亲一口。嗯。啊！臭小子，你要是再……你信不信我请求死？别！去吧。哎呀！
这姑娘找来倒是挺漂亮，只可惜是个残疾。可不是嘛，这么漂亮的老公却坐上了轮椅，真是闹天庭。不过，这要是放在家里，倒是挺养眼的吧。看什么看？赶紧滚蛋！看什么看？怎么赶紧滚蛋？医院，没事的。 他们怎么说都要他们说去。大小姐，等你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天，那些曾经嘲讽你、看不起您的人，一定会对你大跌眼镜。哟，这不是秦家的残废大小姐？如月，我们走。 哎，走哪去了？何依林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这不是见到老朋友？小伙，我跟你才不是朋友。秦怡，你破还以为你是个贫家天之骄女，全世界的你，现在的你，不过是只能坐在轮椅上，一个小丑罢了，一个残废，还出来买衣服。 穿的是一看，连站都站不起。你们说，我们秦大小姐买这些漂亮衣服，不会是为了要勾引男人吗？就她这样的，哪个男人看得上她呀？那有些变态，最喜欢长得好看、身体却残疾的。 哎呦，秦大小姐，你别这样瞪着我呀，人家好盼盼呢。秦一墨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可那又能怎么样？你还能打我不成？有本事呀，就站起来吧。哎呦呦，秦大小姐，你这是要哭了呀？可真可怜呢。 像你这样叫，就只有可能。何姐，这可是人家的手段，人家就是靠这个勾引男人的。就是，贱人就是矫情，说来就是现在。何小姐，您太过分了，请向大小姐道歉。你人都没讲，你一个狗还出来乱叫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 你配来跟我讲话，让我道歉。那谁竟然打人？你的狗不听话，就让我好好教训他。不会放过你，不会放过你，不放过我，秦一墨。 你一个残废，何以墨？何以墨？这就是得给我介绍的。哎呦喂，秦大小姐，怎么了呀？怎么连轮椅也坐不好？一个残废，干嘛出来给人见？乖乖在家里躺着不好？残废，这要有做残废的觉悟。 据说啊，这样萎缩症可是会死人的，真吓人！这就是勾引男人的报应，活该！何姐，欺负人也得有个度啊！你欺负人也得有个度吧！ 东西，你是个什么狗东西，竟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何家大小姐。管你是谁，赶紧跟这两位小姐道歉。道歉？报个屁！我是不可不道歉。再见，你还敢打我吗？你真敢打我？本来呢，我是不想打你。
但你这种女人根本就不是女人，甚至不配为人。我要杀了你！我这个疯子！笨！道歉！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道不道歉？不道歉，就道歉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跪下来道歉。 他得罪智齿了，说智齿的是你们，跪下！智齿，对不起，我该找你。滚吧！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先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先生。 好了，不用谢。对了，你这腿什么时候结的？我家大小姐的双腿是五年前只有委托证导治的，找遍无数医生治疗都没有用。再这样下去，她只能活不过一年。你做什么？我只是想看看她腿是什么情况，我懂医术，可以尝试治疗一下。别以为刚刚帮了我们，你就想趁机占便宜。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吴越，不要乱讲话。 我可以给你试一试，你需要我配合什么？你把裙子掀起来一下吧，我看看什么情况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治？我看你就是想趁机占便宜。谁说我不会治？别人也许不行，但我肯定能治。 那你刚刚为什么皱眉？我只是看秦小姐的病症有点严重，需要彻底治好，需要半个月的时间。什么？半个月？吹什么牛？先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来江城做什么？我叫杨毅，我大师姐给我介绍了个老婆，她人就在江城。我来江城啊，就是为了找她的。那你初来江城，肯定没有地方住吧？正好。 你可以住在我家，顺便帮我治腿疾。如果你能让我重新站起来，我愿意用一辈子去帮他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强总啊！哥，就是狗子打我，你给我弄死！赶紧给我们道歉。 你也不问问，我为什么要打他？我碗里这人，赶紧道歉。哥，刚道歉可不可？还打了他的手脚。听见了？赶紧先道歉，然后让我打断你手脚，我就放你走。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啊！我要是不道歉，你确定？我很确定。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废物。 你少废了我，却给偷来冒出来的人，怎么有这么厉害的神兽？穆老，穆老，是少爷。穆老，你老人呐，就你这三脚猫功夫，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？少爷。 这小子太恐怖了，我对付不了他。咱们还是快走吧。洛老可是实打实的先天武者，可是竟然连这小子一招都投不下来，足以证明这小子修为一定高于他。谁让你们动手？你还？你在干嘛？ 让你妹妹再一个人道歉，过分了，道歉很过分吗？要不愿意的话，那我们就等会儿。哥，帮帮我！哥，道歉！秦小姐，对不起，没吃饭啊？对不起。
竟然嘲笑别人是残废，那下半辈子你就当个残废吧。你又怎么了？我床上发生性创禁了，没有知觉了。你坐哪？我做什么了？我用两只眼睛看都是无辜的。床头神经了，你快带我去医院吧。 等等，杨先生，何一鸣刚刚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突然摔倒了，腿还没知觉吗？谁知道啊？哎，我看呀，那个女人啊，她肯定就是坏事做多了，遭报应了。啊，对，咱们走吧。 秦小姐，你的腿有感觉了吗？没有。那这下呢？还是没有。有了。 有了，有感觉了，我感觉腿上麻麻的，热热的，湿了好多蚂蚁的胎呀！大小姐，你的腿真的有感觉了吗？没有，这是真的吧？真的，是真的。这个男人可真不简单啊！小姐，看来你的病症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严重啊，或许用不了半个月，你就能站起来了。谢谢杨先生，谢谢杨先生。 快别谢我了，还是等你的腿啊能站起来你再谢我吧。好，谁呀？你们真是出门不认人了。哎，吴助理，我给你写一张药方啊，你照着我写的方子去医馆抓药，回来先服，然后让秦小姐服下这个。往后啊，我每日都会为秦小姐针灸一次。 再开一张药方，最多只靠过半个月，秦小姐的双腿就能痊愈了。真的是太感激杨先生了，要是我们家小姐的腿真的能够重新站起来，那些现在看不起我们、想看我们笑话的人都会立马闭嘴。小姐也不用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了。你们就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保证她的双腿不出几日就能蹦蹦跳跳的重新站起来。到时候啊，你想去哪就去哪。小姐。 你可别忘了你的承诺呀！你之前可答应我了，只要我治好你的双腿，你可是做什么都可以的哦。你想要什么？<笑>我呀，我赶紧把你嫁给算了。我觉得你长得好点，我女儿可是江城第一美女，早点结婚，我也早点抱孙子啊！积极抓药。 吴助理，你去哪儿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哼哼，没有，这是不欢迎我呀？我可是带着，顺便也把你拿下，做我的，怎么样？<笑> 三天时间到了，房子怎么样了？老三什么时候再让我们给家？哦，我老婆居然这么轻松！李公子，你放心，既然你说答应要嫁给你，那么三天时间太赶了。结婚不是儿戏，你要给李伯多点时间。李伯，你可别忘了。
你们邢家公司的很多生意都是靠你们赔的。你们邢家在江城只不过是一个不动的小家，如果你想赔家，嗯，你什么都不是，这种不赔你，一样可以。哎，像你这么厉害，干嘛非要逼迫人家？哪来的资格？本少爷做事儿，不能找你。 裴大公子，您先别生气啊。啊，对了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杨毅，这里有件事情，您需要先了解一下，就是这位秦大小姐呢，她已经答应嫁给我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哪来的傻逼呀？啊，以后嫁给你，你说我什么东西？ 信与不信的，跟你没半毛钱关系。您是天大的笑话，以后不嫁给你，我就不好。啊，好，你叫杨毅，你有什么资格？老子用钱就能打死你，这你一百万，你见过吗？啊，区区一百万而已，裴大少。 我这有一个亿啊，拿着。耍赖账！你个乡下人，我本来就没头发，我就是丑劲儿大呀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是一个不小心失手把你打死了，怎么的？我活呀！行，杨毅。 因为你，你得不放弃，你知道吗？啊！这回我们彻底得罪了裴家公子，你说我们秦家以后怎么办呢？爸，不用担心，只要我的体质好了，可以重新站起来，我就可以重回公司主持大局，即便没有了裴家的合作，也不算少。 来也，是你当的主子。哎，我就是看不惯别人欺负你。你把我当主播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那不如用实相去算。不如用实相去算。气死我！反正啊，你早晚都说了。贫嘴。 混蛋，这个该死的混蛋！少爷，这件事要告知家主。这件事不能让父亲知道，他怕我来江城是谈生意的。如果知道是你没谈成，我就被人打了，定会大发雷霆，甚至觉得我不中用。嗯，是妹。少爷，那我们现在去哪？杭州俱乐部。 你好，先生，请出示会员卡。什么会员卡？裴大少的会员卡。原来您就是裴大少啊！何大少已经等候您多时了，这边请。 裴少爷来了。哎呦，我大飞哥呀，好久不见！妈，咋的了哥？哎呀，今天啊。 被蹂躏了，啊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来，你跟弟弟说，弟弟帮你说。事情是这样的。
何家只是个小家族，找他们来找四大商会靠谱。我陪少跟四大家族的尊小姐去见小姐，找她出面帮忙。没有问题的。没有大碍。喂，董小姐，我是裴家大少，我遇到一些问题，我想请你出面。 杨毅，能不能拜托你送我一趟公司？刚才吴越打电话说，公司今天有十几家合作商上门闹着要取消合作，公司股东们现在都围着我爸爸，逼他承担后果，要做董事长的位置。谁是树倒猢狲的傻子？以前靠着女儿撑着公司，如今女儿成为了残废，现在不知死活得罪裴家，真是不知死。让你做董事长，就是裴家的外敌。作为公司的董事，出事不对小子的几率问题，而是立马撇清关系。我们可不想跟你装死，只要对裴家，你就活了，也没几天了。那废什么话，秦总，你赶紧交出董事长位置。啊、残废了，还敢出来四处寻找？都是你这个贱人放着好好的裴家公子不见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居然敢得罪裴家，真是不自量力！ 我劝你赶紧去跟裴少道歉，裴他一晚跪下来给他放过公司，说不定你把裴少伺候爽了，他还能放你们一马，否则我们全家遭殃吧。这残废还敢挑衅公司？裴少看得到你是你的不笨，也自不量力。欠还真是欠，难道忘了你被老爸一个压死？上去吧！我无车难，得亏我老实打死。你谁呀？敢打我？二道爷，你们死了这条心吗？ 不是绝对不会嫁给裴云泽那个畜生，公司的危机我也会解决的。现在就是你的残废，怎么解决？咱们去卖惨，让他联系你，真是异想天开。不，不够，最多半个月，我就能让他的双腿恢复正常。我还会研发出最新的产品，让您合作方回过头来求着你们。笑什么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在这儿大言不惭的！嗯，嗯。 好啊，既然这么有信心，那咱们就先对敌协议。如果半个人内能解决公司危机，那就有超量数据了。不，好。行。可以，你太冲动了。你放心，我有信心能够治好你。只要一诺能站起来，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。真的吗？但是现在想要尽快治好一诺的双腿，还缺一味药材。诺，什么药材？洛杉矶。什么？洛杉矶。
我王盟主侯爷之手上，他这个人天山血，对吧？人品很大，贼有意思。干嘛的？我们来拜见洪老爷。不见，我们有急事要见他。关我屁事！上面吩咐了，谁都不见。这，你想干嘛？比划比划。今儿你不让我进，那我就只能硬闯了。你不让进。 快快快！给奴家所有人把江城最好的名医给我找来。是，黄公子，原来是秦先生今日家中有事，不方便，还请回。来，我刚刚听说你的好声音，我父亲送往练功，强行通关，导致身体严重受损，现在危在旦夕。洪老爷子受伤了，练功导致受伤，不会是走火入魔吧？这位是。 黄公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神医两仪，这位是江城五芒盲主的大公子洪泽凯。现在的江湖骗子可真多，还望秦先生擦亮眼睛，别被一些有心之人骗。这走火入魔时间可耽误不起，等你神医找到了，这人也没了。你放肆！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，倒是可以让我试一试。行，我可以让你一试，但如果你是装模作样的江湖骗子，我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 大哥，父亲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父亲怎么样？洪盟主是受伤走火入魔了，导致经脉以及五脏六腑受损严重，若是不及时医治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 正好可以试一试还阳九针的最后分段。妈，试试，你小子可别乱来呀！那你还救不了了。你父亲要有什么差池，必定要有信心。废话可真多。上清穴，内刺无偏，一针合谷，效通神，九针归一，并尽除。 一针合谷，效通神。莫非这个年轻人的医术真的如此厉害？什么时候江城多了这么一个年轻的神？九针归一，并尽除。这怎么回事？杨毅，这……老爷子，接下来按照我说的做。小子，你要干什么？请相信你，他不危害洪公子。盘膝而坐，气沉丹田。 气满神足，上下通，相交于贯，鼎如神通透，气长练，常悟常心，虚实变。你的下，你的下。啊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还有最后一式，一触即发。 易如电！你小子敢对我父亲动手，找死！动手！你这个杜仲安，还我感激不尽。我也是，你能通过，所以帮你一把，举手之劳吧。来家，举手之劳，对于杜牧来讲，再走。 不是那一伙，而且必胜了，恐怕再也入不了宗门了。是吧？父亲，您踏入宗师了。实在不行，杨先生帮忙。我没有宗门的命，踏入宗师。盟主，他入宗师就进了。要是盟主，原来我们天行无果，放眼整个江城武林界，我们的威望更高了呀！宗师，杨先生，刚才对我冒犯，恳请恕罪。 算了算了，我也没放心上。杨先生，放了，放了。家里有三千万，还望您放下。我知道这点小钱儿，看不上眼。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洪某相助的，你一定开口。还有就是，洪某想和杨先生交个朋友。 还望你不要嫌弃。哎呀，您这说的哪里的话？我呀，也想与洪盟主交个朋友。对了，
之前不是有人送了你一股百年青山雪，要不也送给杨先生？对呀，快快快去拿来，快去拿来！谢谢雪莲，谢谢雪莲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秦老板，感谢你这一切，这是你的报酬。孟总，这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秦老板要是不收，看来是没有把我红豆当朋友。是啊，您就拿着吧。老婆，收下。 看来这位鸿盟主的性格还是挺直爽，有恩必报，值得一奖。不吵声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还说没事，肋骨都断了。哎。 我的肋骨竟然全好了，多谢杨先生。杨毅，你居然能徒手接骨，知道吗？你还有多少能力被显露出来？伯伯，那我会了可太多了。怎么样，做您女婿，你可是赚翻了。臭小子，我说了，你得自己努力，拿下以沫的芳心。放心，实在不行，这里还有，要不然。 先生，你祖上属犯，到时候，哟，真是亲爹啊！要不然，老子这么喜欢你，洪门主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我在这里等着你很久。其实大冤枉，他们是什么人？杨先生，这帮家伙是一木空手道馆的人，带头的正是馆长佐藤太郎。哦，哦，对，是那，原来是樱花国的人。 正是佐藤太郎，你闯我武馆，伤我弟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今天来这里就想跟洪门主切磋一下，海王洪门主，真的手下败将，谈何切磋？上次是我没准备，跑这次我做好了准。海王洪门主能答应我这个小小的要求？洪云志不是受伤，为何现在看起来跟没事人一样？洪太郎，你太不要脸了！我们盟主受的伤还没好，你就过来挑战？俺的是什么心？就是，你用这种卑鄙手段摇乱我盟主，一点都不光彩！你有种的，等我盟主伤好了之后再来。事都给你打出来，滚蛋！滚蛋！滚蛋！看来洪云志真的受伤了。滚蛋！滚蛋！滚蛋！照你们那么说，是不接受我的挑战喽
武馆不容我们一目空手道观，另外在门口有立块牌子，上面写“东亚病夫”。我的一片夫人，放屁！我们哪里不如你？这家伙够卑鄙、够无耻！别得罪了，既然你非要打，干脆我认输了，向我弟子道歉。还有，他如果不管饭，当然可以。我答应。 我说什么能耐？盟主，您真的要答应吗？傻，这个人非常强。放心，没事。你们还是担心担心你们的未来吧。我的呀，我们一目空手道馆，人肉上当，欢迎东亚病夫报名。你他妈再说一句试试！我等乃大国礼仪之邦，不可犯规。 啊！红衣之王不是受伤了吗？难道这一次我不会败给你的呀！ 修为突破了，没错，我已踏入了尊师境界，受伤了怎么可能突破？都亏了这位杨先生，我的伤势不会好转，修为才能。这一战我认输，我们走，加油！还有什么事？刚才我说过了，怕是败了，就向我弟子们道歉。到现在你忘了吗？你。
切！咦！没想到，你竟然会武道！刚才杨医师的那一手，恐怕只有宗师才能办到啊！我那个去，这是遇到什么人？ 太猛了吧！可不是嘛，这左宗太郎好歹是先天大圆满的武者，这被打的毫无招架之力。岂是毫无招架之力啊？简直就是被打成了狗了。这爷，赶紧跪下来道歉！别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我们是十方大门。披风商会，滚吧！哎呦，黄蒙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 先生，大礼！我只是做了一个男人该做的事儿，我就是没过。啊，对了，改日一起喝酒啊！好啊，杨先生，到时候我们一定喝个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哈哈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拿到提成许愿了。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。 喂，一墨，我拿到听诊许联了，很快就可以治好你的腿了。真的？谢谢杨姐。哎，甭客气，谁让我是你未来的老公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先回去，我准备点药材。啊啊！哎哎哎哎哎哎！ 看来这车上的人应该是奔着我来的，不知道是敌是友。这些女人怎么看着像杀人一样？我一向老实本分，好像也没得罪人吧？哥们儿，不用害怕，他们冲我来的。你什么时候得罪这些女人的？小哥，我劝你赶紧报警吧。你不用害怕，跟你没有关系。 你就是杨毅，盛世。哎，各位美女，找我合适啊？难道是想与我聊聊人生？要不是会长交代了，把这小子请过去，老娘早就刀了你了。我们会长想跟你聊聊，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会长谁？西风商会钟灵韵。原来是西风商会的会长啊！你们会长长得漂亮。我们会长当然长得很漂亮。那既然如此。 我就跟你们走一趟吧，与其去见那些五大三粗的家伙，跟你们去见见美女会长，倒也挺不错的。行。那女的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吓死我了！这小子也太淡定了吧！要是换做一般人，在得知要去见会长后，肯定紧张的不行，哪会如此云淡风轻？ 我们会长就在里面，你进去吧。这个女人居然也是个舞者，有先天中气的修为，她应该就是西风商会的会长钟灵韵了。不就是杨毅？没错，杨先生比照片上看着还要年轻，没想到杨先生年纪轻轻就有此等实力，真是不简单啊。 这对我来说呀，算不了什么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，杨先生？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。西风商会的会长，钟灵韵。没错。那你知道我为何要找你来这儿吗？不会需要杀了我吧？你知道治好了红颜之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？算了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机会。
什么机会啊？加入我们西风商会的机会。加入你们西风商会的机会。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也想要拉拢我。没错，我很欣赏杨先生你的实力和魄力，所以想邀请你加入我们西风商会。若是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保你。但在我的面子上，他们也不会干你。不，我不要。我还从来没想过给别人当小弟。杨先生，你先别急着拒绝。进来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杨先生，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西风商会，那我的女人就都是你的了。我靠！竟然用女人来勾引我！不行不行不行！我还有秦以沫，我还有五个师姐等着我呢，我要坚守住。我先天纯阳之体，我不坚守也不行啊！我对这五个女人不感兴趣。是吗？进来。杨先生，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西风商会，那这些钱和那几个美女就都是你的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要在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生活。我对这些东西啊全都不感兴趣。虽然我什么都没有，不确定的明天，不知道的未来，但我有一点很确定，那就是哪些东西是我，哪些东西不是我。很好，杨先生，我很欣赏你的骨气，可是骨气有时候并不能当饭吃。我饭量小，吃不了多少。当然了，我也饿不着。你们西风商会，杀生偷盗、奸淫妄语、馋酒耽乐、贪眠纵欲，是样样不少。哎，你觉得我会跟你们同流合污吗？不杀生，仇恨永无止境；不偷盗，强弱与我何异？不邪淫，一切有情皆也；不妄语，梦幻泡影空虚；不馋酒，忧顾散落无常；不耽乐，芳华刹那而已；不贪眠，苦苦不得解脱；不纵欲，终行了无生趣。懂了吗？这强词夺理。杨先生，如果这个筹码再加上我呢？不知道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。钟小姐，我可是个正常的男人，咱可不能这样啊。是吗？那让我看看你有多正常。请你自重吧，钟小姐。你得罪了四大商会，就算是秦家和洪云志也保不了你。我不用任何人保护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以为我这里是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吗？到底我舒服吗？只要你答应，我就是你的。喂，说好的物理攻击，你怎么还使用魔法呀？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可不守三流情了。杨先生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。文丑，嗯，你得罪了，走了。让他走吧。还是你们会长大美女聪明，你们几个加起来都不是我对手。本高又为您服务。我靠，又是你啊！李明夜，你没事吧？可算回来了，吓死我了！西风商会的人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哎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告诉你。今天我可是帮你拿了天山雪莲了，呵呵，怎么样，我厉害不？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这么莽撞了？我是乡下来的，不
知道这些大势力的人的手段，很容易得罪人的。西风山后的那些人，不是我们能得罪起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怎么舍得让我未来的老婆难过呢？那我先上去休息。需要我抱你上楼？不需要。我背你上去的话，容易摔到你，还是让杨先生背你上去吧。我很乐意效劳啊。谢谢你，谢谢，来。哇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杨先生了吧？才没有，才没有，没想说。那你刚刚为什么脸红呀？我刚刚有点是害羞的。如今药材已经全部搜集完毕，先炼制好以墨的药，再炼制几颗聚灵丹，冲击下一个境界。这还是当初那个老东西给我的，也不知道这个小鼎能不能坚持到炼制完聚灵丹。不管能不能，试试再说吧。我靠！又炸炉了，不会失败了吧？虽然卖相不怎么样，可是实打实的巨灵丹，也算是炼制成功。只可惜小鼎是彻底不能用。总算是突破了，从筑基期中期踏入了筑基后期，看看能不能趁着这个机会一举踏入筑基大圆满。居然无法再突破了，即使服用了聚灵丹也不行，看来想要一次性连续突破两个小境界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还是太难了。哎，醒了，弄了一些家常菜，快快尝尝。今天晚上，你们平常在哪？没有。我听到了，那不就是那个野猫弄出来的动静吗？有可能。好险呀！对了，杨毅，一会儿你陪我去见一个人。见什么人？我父亲现在被公司股东逼迫交出董事长的位置，公司业务也被美嘉承压，现在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。我打算请群英山会的会长，要是沈会长能够帮帮忙，说说话，说一点，还能稳住一些合作商。行，我陪你去。咖啡都凉了，换了一杯又一杯的。沈会长什么时候来？沈会长是江城群英山会的副总，现在有下忙，所以不要着急。哎，等等，我看他压根就没把你放眼里。沈会长，您来了。嗯，会长想喝点什么？咖啡我就不喝了，我一会还有事儿，给你10分钟时间，喝吧。你就是沈会长是吧？我们等了你一个小时了，你没有半点歉意，来了之后还冷言冷语，还说只给我们秦总10分钟的时间，你是不是有点太没有礼貌了？秦总，
这位是？你既然是助理，就管好自己的嘴巴，不该说的不要说。沈会长，人与人之间呢，还是要给予一份尊重。你尊重我们，我们才会尊重你。况且谁都有有求于别人的时候，保不准哪天您或许就会求到我们了。如果今天你们是这种态度的话，想必今天的谈话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。沈会长，杨毅，你少说两句。沈会长，我为刚才杨毅说的话向您道歉，希望您别往心里去。哎，你是不是杨毅？沈会长，我这次请您过来，就是想请您麻烦帮我一件事情。什么忙？沈会长，我想请您给商会里的老板们说一声，不要解除与我们华明医美的合作。我可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左右各位老板的想法，而且您应该很清楚自己公司的状况。你们现在公司的产品已经卖不动，如果他们继续和你们合作，除了亏钱没有任何好处，所以他们和你们解除合作证。我们公司现在正在抓紧时间研发新品，最多半个月的时间，我们的新品就会研发成功。新品一旦上市，你这是在让我给大家画大饼？不是画大饼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在你们公司新产品生产出来之前，你所说的一切就是画大饼。沈会长，我只需要老板们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只要半个月，我们公司一定会起死回生，并且抢夺市场。沈会长，我知道你喜欢玉屏饼，这是我为您准备的一只和田玉镯子，你别小心翼翼，我帮您收下。秦总，这个忙我帮不了，你又拿回去吧。十分钟一到，我还有事，秦总。喂，你有事找我了？什么东西？没关系的，你说真不需要为这种人物操心。你怎么做得这么蠢？你知道得罪了沈林是什么后果吗？我管他。我跟你说呀，等到咱们的新产品上市了，咱得狠狠打他们的脸。到时候啊，就算他们求着跟咱们合作，咱们都不跟他们合作了。我们公司真的能起死回生，也能够看到这次能啊，一定能。哎，咱别难过了啊，咱现在不需要想太多，咱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抓紧回去研制新产品啊。差点把和田玉忘了。老侯，小萌发现我老出了车祸，正在里面抢救。我怎么会出车祸呢？你怎么会出车祸？你冷静一点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小萌才发。冷静一点呀、啊！小萌怎么样了？真叔，您女儿现在情况很不好，极有可能危及生命，希望您做好心理准备。签个字吧。没准备。大夫，情况可能比想象中还要严重，毕竟病人的年纪太小，身体多处粉碎性骨折，各大脏器都受损。救救我女儿，我给你多少钱都可以，我求求你救救她。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你们赶紧签字吧，签了字赶紧手术，你们女儿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。我女儿还能救活了她。你要是死了，那老板怎么活？不是，灰山巨人，灰山的巨小王，谁能救小王？这人他是不是你？中医，我行吗？中医虽然能治疗一些疾病，但这么大的手术，中医能派上用场吗？你听我说啊，这个中医医术非常了得，绝对是个神医。前天我做不出门，就他把我救过来的。而且我儿子断裂的肋骨瞬间就能复原。我也不敢确定他能不能把小龙救治回来，但是只要有希望，我们就要试一下，是不是？
这会儿沈凌现在在哪儿？他现在应该就在秦家。走，你陪我一起清理完沈凌。好。小云，你过来稍微等一会儿，我们自己聊会。秦家，那个神医怎么在秦家？请进。葛神医，有事情求你帮忙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位是江城工商署的任叔，他女儿出了严重的车祸，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。但是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极有可能抢救不过来，所以想请杨神医出手相救。任叔，你女儿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小光现在情况非常紧急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找杨神医。秦总，你认识这个人？认识，他是沈会长的丈夫。洪盟主，今天你要是让我治疗别人，我愿意。但是治疗这个人的女儿，不好意思，治不了。杨神医，你这是为何？杨神医，你我应该是初次见面，任某应该没得罪过你的。啊，你是没得罪过我，但你老婆得罪了秦总，所以我帮不了你。杨神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啊，我和秦总本来想请沈会长出面帮忙稳住公司的客户，谁成想呢，沈会长非但没帮忙，还出言嘲讽。恶语相向，您说就以您老婆这个态度，我怎么帮忙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沈云确实太过分了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你是你，你老婆是你老婆，你道歉算怎么回事啊？就算要道歉，别人请你老婆过来跟秦总道歉，而不是跟我。杨爷，现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就先别管那么多了，先去医院看看吧。是杨神医，你赶紧跟我去医院吧，他的女儿等着你救治呢。回头我们再让沈会长向秦总道歉。他女儿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想让我出手救治，可以立刻马上让那个女人过来跟秦总道歉，否则的话，面瘫。玉叔，我让沈医打电话。喂，沈医，马上来接你了，快。喂。啊！别让我亲自过来。你是不是得罪秦总跟杨神医了？杨神医？谁是杨神医？沈会长，这个就是杨神医。啊！他不是秦总助理吗？怎么成医生了？谁说助理就不能是医生了？黄盟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怎么能搞错啊？就是杨神医救治了我。沈云，你自从得了商会会长之后，是越来越傲慢，越来越无理。有很多次我都看不下去了，我就知道迟早得出事。杨神医刚才也说了，你要不道歉，他是不会救小萌的。还不赶紧向秦总道歉呢？秦总，我为我今天的傲慢和无理向你道歉，求你帮我劝劝杨神医，让他救救我女儿。杨爷，沈会长知道错了，你就帮帮沈会长吧。好吧。今天看在秦总的面子上，我就帮你们这个忙。走啊，还愣着干嘛呢？请他去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女儿没事吧？对不起，你们的女儿心跳已经停止，已经没有生命迹象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小萌，你骗人！我绝不会死的！不是，哎，你谁啊？无关人员不可以进手术室。啊，想想，他就是救治好我的杨神医啊！你让杨神医进去看看吧。天哪，他就是那位杨神医，是怎么这么年轻？可是现在人已经死了，就算是神医也无力回天了呀。这只是你们的判断，不是我的。杨神医，那你快进去看吧。王妃，我们的女儿不会有事的，对不对？有杨神医在，应该没问题。杨神医在，你们少杨神医进来干什么？杨神医，您怎么来了？可惜这孩子已经死了，你们也没有用。还活着？什么？没死怎么可能？就是说呀，这心跳都已经停了，人已经死了。
怎么可能？这孩子居然就要再度跳动起来了！总算是救回来了！天啊，活了！这孩子真的活了！总算复活了！神医，神医啊！赶紧给孩子检查一下身体。孩子的身体各项指数都恢复了正常，不断骨刺，这断了的经脉、破损的脏器和骨骼也全都恢复了。神了，太神了！终于也能做外科手术了！杨神医，您创造的医学奇迹啊！杨神医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这个，你就直说吧。我没有心理准备。女儿是不是已经活了？活了，我就知道。什么？你说女儿活了？你别在开玩笑了。我怎么可能在这种事情开玩笑啊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女儿啊？被我救回来了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说实话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敢相信。但事实就是，杨神医不仅救活了小萌，还将小萌身上所有的伤都给治好了。也就是说，等小萌出院后，小萌还是能够跟正常人一样。太好了，小萌，你没事了吧？小萌，感觉怎么样？爸爸妈妈，我做一个好长的梦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怎么会呢？爸爸妈妈一直在啊。对的，杨神医，哎呦，你二位是天您救了我的女儿，您的大恩大德，任某铭记在心，从今往后，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杨神医，真的谢谢你救了我女儿，还有，我很抱歉之前对你和秦总那样傲慢无礼，真的对不起。你起来吧，马上快起来。任先生，沈会长。感谢的话就不用再多说了。萌萌这么可爱，我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出事了。萌萌，快跟哥哥说谢谢。谢谢大哥哥。不用谢，小萌真乖啊。杨神医，这张卡里有1000万，密码是666，虽然钱不多，但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你收下。哎，这杨神医千万收下，不要推辞。对了，我一定会帮秦总跟其他商会的老板谈一谈，尽量让他们不要和他解除合作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刚才吴越打电话来说，宝林药材要突然给我们解除合作，还说以后不会再我们提供药材。我们与宝林药材已经合作了很多年，向来都是互惠互利，而且关系很不错。谁能想到这一次宝林药材竟然做得这么久，连一点时间都不给我们准备。如今我们公司正在加紧研发新产品，这个药材是绝对不能断的，一旦断了，后续的研发会造成很多的麻烦。这个宝林药材也是群英商会里的吗？是的，我就是在群英商会里认识宝林药材的蔡老师。奇了怪了，那沈会长不是明明答应帮咱们劝说那些老板了吗？沈会长是可以帮我们劝说，也是有不少老板也会给沈会长的面子，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老板都听沈会长的话。那这个宝林药材啊，既然想与我们解除合作，那咱们再重新找一家药材公司把它替换掉不就行了吗？你这话说的是没错，可是现在没有一家药材公司愿意与我们合作，而且在他们看来，我们公司现在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了。就算有公司愿意与我们合作，我们也需要花时间去谈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陪我去一趟宝林药材，找蔡董谈谈。行，走。这宝林药材的实力如何？宝林药材在江城的实力很强，算是江城最大的几个药材公司之一，与很多的医药公司、医院都有合作。当然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宝林药材的规模并不大，之所以能壮大起来，也是多亏了任鹏飞的帮忙。谁？任鹏飞？宝林药材的总裁叫蔡东来，他的姐夫就是任鹏飞。正因如此，蔡东来靠着任鹏飞的人脉和资源，才能让宝林药材规模壮大起来。
原来如此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给任鹏飞打个电话吧。只要他愿意帮我们说说话，想必这个蔡东来也不敢与我们公司解除合作。若是让任鹏飞帮忙，就会欠人情。我这个人是最不喜欢欠人情的，因为人情真的很难还。这个人情啊，不用你还，我来还就是了。我们还是先去找蔡东来谈谈吧，实在不行再让其帮忙。行吧。蔡总，秦总到了，请进。没想到是秦总大驾光临啊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蔡总可是大忙人，若不是有急事，我也不可能来打扰蔡总您啊。就是瞎忙。这位是？是我的助理杨毅。不是秦总找我何事啊？蔡总，我也就不给您绕弯子了，我就是想来问问您，为何要与我们公司解除合作？哦，你问的是这事啊？秦总，不瞒你说啊，我也是考虑了很多天他做出的决定。没办法，现在与我们宝林药材合作的公司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的药材供应需求才跟不上。正因如此啊，我们才想着与一些公司提出合作，才能挽回杨毅。那蔡总为何会选择？蔡总，我们已经合作三年了，期间也没有闹出任何的纠纷，那您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说与我们解除合作就解除合作？这个蔡总，我请您实话实说吧。既然秦总想听实话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如今你们华美医药一日不如一日，根本看不到希望，破产都只是时间的问题，我也只能这么做，还请秦总能谅解。蔡总，您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了，我们公司好好的，怎么可能会破产？是你们公司现在是还好，但是在何家和裴家的打压下，你们还能坚持多久？还是蔡总高瞻远瞩啊。你们好啊，我会看着你们公司倒闭的哟。何家豪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啊。是我搞的鬼怎么了？我跟蔡总合作那是利益所趋，我们就是正常的合作关系。怎么了？难道只允许跟你们公司合作吗？那么霸道，卑鄙小人。哎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卑鄙小人啊。自古好人不长寿，祸害活千年。我一定会长寿。你以为你这么做就能得偿所愿了？你现在有什么资本跟我较量啊？你能奈我何？好啊，今儿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。秦总，有的时候啊，比较强撑着。事已至此，接受现实吧。蔡总，我们可是有合约在先，就算要解除合作，你也是要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缓冲一下。如果您非要解除合约，那您只能支付违约金了。违约金算什么？我现在就可以给你。哎，是多少钱啊？好像是1000万是吧？这就走。蔡总，我们秦总的面子不给，但你姐夫的面子。我姐夫？你跟我姐夫很熟吗？当然。我们可是朋友，熟得很。真是可笑，我姐夫还用你帮忙？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助理，还好意思说跟我姐夫很熟？哼，得了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让他过来一趟。好，若是你能把我姐夫喊过来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不跟你们公司姐夫合作。哎哎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就是我说的，赶紧的。我现在一通短信，任腾飞三分钟就会过来。三分钟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牛皮能吹到哪去。那你就睁好你的狗眼，给我好好等着。我姐夫今天可是在开国际会议，就算他认识你，他也不可能会过来，不怕赏了舌头。哎呦，杨正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在开会。姐夫，混蛋！别以为公司做大就可以目中无人了，就你还敢调戏杨正义？没有我帮忙，你能混到今天这样吗？能有机会跟杨神医合作，跟秦总合作，那是你的荣幸。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总之不能解除跟秦总的合作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按我说的做就行了。王神医，这家伙以后再敢在你面前摆架，告诉我，我一定弄死他。还有这个何家，要不是他搬弄是非，蛊惑他人，背地里搞小动作，我相信蔡总也不会这么做吧。他妈的，你叫何家豪是吧？你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公司跟商会的任何工作都不会跟你们合作。啊，你好，不是你。行了，那你回去开会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那明天吧。太早了。那现在你看，杨助理，你跟我姐夫那么熟，你早说嘛，也不至于刚才我们弄得那么不愉快嘛。哎呀，
我也是不想麻烦他。既然我姐夫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宝林药业和华美制药继续合作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认识任鹏飞啊？知道，还以为是蛊惑你姐夫呢。你千万不能跟他合作，听到没有？啊！对不起，我们公司不欢迎你，我请你。真没想到，原来你这么厉害。毕竟蔡东来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靠他姐夫帮忙。你先忙，有事喊我。蓝先生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你放心吧，全都办妥了。除非我们公司真的倒闭，否则他宝林药材啊是永远不会解除与我们合作的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真的是太佩服秦总的眼光了。虽然你对商业上的事情一窍不通，但是你却能办好每一件事情。吴助理，你确定是在夸我？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损我？哪有？对了，有一件事。啊，什么事？算了，没什么。哎呀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嘛。你能借我10000块钱吗？借钱啊？你要是手头上不富裕，就当我没说。啊，不，等，我也没说我不借你啊。你真的愿意借我吗？我们既是同事又是朋友，我当然愿意借给你了。只是我有点好奇啊，你作为秦总的助理，每个月的工资应该也不低吧？怎么连10000块钱都拿不出来啊？吴越，你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？你不妨跟我说说。既然你不愿意多说，那我也不多问了。你给我账号，把钱给你转过去。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事儿了，不妨直接告诉我，我一定会帮你摆平的。你辛苦，知道了吗？对吧？怎么了？这一大清早就愁容满面的。我刚刚接到了吴越请病假的电话。感觉怪怪的，有点不太放心，要不你陪我去他家里看看吧。好，我陪你去一趟。秦总，蓝先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成这样了？谁打的你？没什么。秦静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家里有点乱，你们坐，我去给你们倒水。吴越，你腿怎么了？就摔了一跤，没事。你都成这样了，还说没事？你先别去倒水了，坐下来，跟我们好好说说。秦总，感谢你们能够来看我。我真没事，等过几天我就回去上班了。吴越，你在我心里不仅是我的员工，更是我的朋友。如果你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你就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有什么事你就说，看我们能不能帮上你的忙。我的伤都是我前男友打的。你前男友打的你？三年前。我认识了我的前男友，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阳光、乐观、有上进心，对我也很好。我们都计划好了，努力几年再挣钱付个首付，买个房，然后结婚。好景不长，他自从认识了那群狐朋狗友之后，他开始变得夜不归宿，喜欢酗酒，还染上了毒瘾。他把自己的钱都赌光之后，开始找我要钱，我不给，他就打我。他把我的钱花光之后还借了高利贷，后来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就跟他分手了。我以为分手之后就没事了，可他知道，但是一段时间后他就来找我，只要找我就是要钱，我不给就动手。而且那些借高利贷的人找不到他也来找我要，我都快被逼疯掉了。前男友真是个渣男。这么说的话，我们这种四渣男。一墨，你先别着急，等我治好吴越的伤，我们再去教育教育那个畜生。你们真的要帮我？当然要帮了，不好好惩治一下那个畜生，他会一直缠着你的。你可是大家社会人，
你们会有麻烦的。社会人，现在是法治社会了，你还跟我提社会人？即使我们管不了，不还有人民公安的吗？有他们给你做后盾，你还怕什么？话不多说，我先帮你平事。你活动一下身体，看看还有哪里不舒服。梁先生，太好了，我已经完全好了，身上也不疼了。伤势好了就行，道谢就不必了。接下来可以找你那个畜生前男友批个罪状。是我前男友打来的。喂，先生，让你筹的钱你筹到了吗？我筹到钱了。你还挺上道，你的贱人就是欠打，以后只要你乖乖听话帮我筹钱，我保证不打你。我就在那儿，需要什么把钱给送过去。你在哪儿？需要把钱给你送过去吗？哎呦，赶紧把钱送过来，正好我几个兄弟在这儿，你来了陪我兄弟喝杯酒。我在民兵会所三个电话下。哦，你连吃都带爬的，又快！不别让我等太久了。走吧，名爵会所306。多谢裴总栽培，您放心，以后您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还希望裴总以后带我多发财。放心吧，你只要乖乖听话，照我说的去做，每个月找吴越要钱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有我的一口肉吃，就有你的一口汤喝。哎呦，能喝上裴总的一口汤，那都是价值黄金万两。哎，你这贱人终于来了。贱人，这位美女是什么人？他们是我朋友。朋友？贱人，我发现你挺上道的，还知道带朋友来玩。刚好让你的朋友去跟裴总喝杯酒。居然是你！你他妈完蛋了！你敢动我，我他妈弄死你！一安，你知道我靠上谁吗？我靠上的是裴家裴少。你敢动我，你完了！裴少，他敢动你，别打我！你他妈找死啊！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敢在我这闹事儿，给我上！给我上！就你啊，不断跟吴越要钱，还打人，不关我的事，都是裴少。裴少啊？关你吗？你，我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干你！对对对对对对。有就快放！我以后再不让他骚扰吴越了。还有呢？啊！拿着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忘掉过去。谢谢你，杨毅，算了，看。这是他们应得的。我们走。老张，你怎么还不能走啊？这个孽债气到我头上来了啊！给我准备5000万，去向七尊上会，请众会长出山。我做了。是，我怕你肚子饿了，专门做了一碗面给你。还有这个，这是你前几天找的药王饼，我父亲买的。谢谢你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，你突然的出现就好像上天的礼物一样。
有时候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但我又可以真真切切的触摸到你，这种感觉告诉我，不是在做梦，你真的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出现。有时候我总觉得你好像带有目的性的接近我，可你却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要怎么想啊？我第一次下山就看到你被欺负，我心地善良的，而且我无依无靠的，是你收留的我，那理所应当帮你了。更何况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离你近一点，我也不吃亏啊。你说是不是？油嘴滑舌，快把面吃了，待会儿该凉了。怎么了？是面不好吃吗？嗯，不是，我是突然想起了在山上的日子。我跟你讲，我在山上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因为总是练不好功嘛，那老家伙就罚我不许吃饭，然后我大师姐就偷偷送东西给我吃。那你从小就是在山上住的？七岁的时候就被老头子救上山了，二十年都没想上。那你从小就在山上住的，你的家人不会舍不得你吗？我家人都死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不用对不起，等我把身体先天阳气走火入魔的问题解决了，我就去给他们报仇。先天阳气是什么意思啊？先天阳气啊，先天阳气，这怎么说啊？那我可以帮你吗？当然了，不可以。你帮了我这么多，我想帮你却无能为力。哇，真是好看呀、啊，好想把他拉到屋子里来呀、啊。王毅，你在发什么呆呢？没有啊。你不要有那么大的负担，你那么厉害，那个叫什么先天阳气的可以直接解决掉，你一定可以。解决啊！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是最棒的。好了，我看着你把这碗面吃完，你要是不够吃再告诉我，我再下面给你吃哦。我去，真他妈咸，比我大师姐做的都难吃。嗯，大哥，都准备好了？放心吧，5000万一分不带少，而且他会把秦家的公司给你安排好。秦雨墨这个废物是肯定赚不到，等半个月之后，我再把他们公司一收购。把秦雨墨赶出公司之后，你不是想干嘛干嘛？你我的仇不都可以报了吗？爽一下！谢谢雷哥。杨毅，敢跟我裴家作对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杨先生，你可有口福了，这可是我默默亲手做的呢。亲手做的，那惨了。啊啊，是吗？那我可得好好尝尝了。这个是那株天山雪莲炼制而成的，你毕竟肌肉萎缩已经5年了，需要用珍稀药材调理身体。来，现在给吃下。我这是咬了一口鲨鱼屁股吗？这味道，我去，这太好吃了吧！都没想到你不仅人长得好看，这厨艺也是这么棒啊！吃饭还堵上，
我完犊子了，这么多！哎呦，我的胃呀、啊！算了，为了未来老婆，拼了！去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木木，你怎么了？木木，你别吓我呀！中毒了，谁的天山雪莲有问题？吴越，你照顾好乙墨，我现在就去拿解药。杨先生，你真是为何？洪盟主，我救了你的命啊，你为何要下毒害人？此话怎讲？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杨先生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那你今天就给我好好解释解释，你送我的天山雪莲里面为什么有毒？你是何居心？天山雪莲是我花高价买回来治伤的，不可能有问题。哼，若是没问题，我连提都没提，你怎么就莫名其妙的突然把天山雪莲送给我？那是犬子的一份心意，怎么会？我看你分明就是居心不良，故意把下完毒的天山雪莲送给我，难不成你还勾结了魏大王？天地良心呐、啊，我不管先来秉持忠义二字，怎可恩将仇报？那此事你作何解释？要是有人想通过天山雪莲毒害于我，药材是你买回来的，你老实交代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盟主，都关我的事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，我真不知道。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我说，我说，是庄林运安排的。不是庄林运。这卡里有5000万，帮我干掉杨毅。杨毅，我对他可是很感兴趣。朱芳姐的意思是，这单接不了了。裴先生误会了，只是对付他不容易。钱，哼，好说，事成之后再给你加5000万。不知裴先生为何非要那个杨毅死？这股东西一直住在秦家，保护着秦一墨。只要杨毅死了，秦家就没有后台，到时候秦一墨就是我的。没想到裴先生现在还是痴心一片，不爱江山，只爱美人。好，这单生意我接了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若是淫邪，任尔焚香无益，居心正直，见神不拜何妨？遇到我，你们的合作愉快不了。狗东西，居然敢来这里，简直是找死！敢砸我的场子，来人！就凭你们几个臭两下。想来动我，就剩一人敢闯四少娘包子铺，看你是活腻了。我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不过有勇无谋，可惜了，杀了吧，不用留活口了。哎呀，你竟然敢公然跟西风商作对，你死定了！我警告你啊，我没有不打女人的语，赶紧交出天山雪莲上毒药的解药，否则我今天就把你们西风商会的所有人全都杀了。你还真是狂妄自大，你知道我们西风商会的实力有多强大，你敢动我就是在与西风商会公然叫板，到时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。我们西风商会的宗旨就是无论你在哪里都会把你找出来，然后杀了你全家。按这一点还是跟我们一样，得罪我的人天涯海角我是必诛之。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加入我们西风商会，以前的事儿咱们我还会给你解药，让你救秦家大小姐的命，否则收尸吧。真是我怎么样，想通了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等你加入了我们西风商会，以后你想要什么都是不求回报的。可惜了，我的原则呢，就是不与奸佞狗徒同流合污。冥顽不灵。再来一遍，解药你是给还是不给？我给我，
杨毅，曾经杀了你，把树寂寞那个贱人之后，把他送下天上。你敢如此轻蔑？我师父教过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对待你的敌人，一定要有绝后。吴月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小姐吃了杨先生给的解药之后，突然吐血晕倒了。杨先生说是中毒，去找解药去了。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默默，默默，小姐，你别吓我呀，小姐。我拿到解药了，杨先生，快快救我女儿啊！你这么飞。这个到底怎么办呢？小姐咬着牙，这解药根本喂不进去。太好了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你醒来了。你醒了。多亏了杨先生，刚刚你吓死我们了，你突然浑身抽搐，这解药喂不进去，是杨先生用嘴含化了给你喂进去的。是用嘴啊，不然还用脚吧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没事就好。喂，你就是杨毅？是我，你谁啊？我限你一天，立马赶来三相，为我孙子偿命。你笑什么？原来是裴老爷子呀，咱孙子在江城胡作非为，残害了多少女性，这是他罪有应得。胡说八道，混账东西！我告诉你，我杀了你，还要杀光你身边所有的人。我不用你们裴家来找我，我自然会找你。给我把屁股洗干净，等着！小子，我们裴家与你不共戴天！让下世人过来见我！李默，当你腿好了以后，最想做什么？刚才轮椅上太久，我好像都已经忘了。站起来。相信我。你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，到时候我带你走遍江城的每一处角落。谢谢你，杨毅。多想这一刻就这么停滞啊。哦，胆儿挺肥啊，还敢往人少地方跑呢。要是爷爷不往人少的地方跑，孙子们怎么会找到爷爷呢？杨毅，不用担心，别小看了你而已。说吧，老爷爷什么事儿？行，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。我们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。就凭你们这些废物，别想杀了我！你得意个嘚儿啊！你一个人实力再强，能奈何我们所有人吗？我们西风商会五毒花在此，还有帝榜高手夏之渊。你今天晚上只有一个规则，那就是五毒花、帝榜高手，名号倒是挺响亮，就是不知道你们的名号有没有你们实力的牵绊性。好啊，不管你得罪了谁，得罪的人。我得罪谁了？还装呢？你得罪了西风商会的钟小姐，还得罪了裴家。你说你是不是找死了？我还以为谁呢、啊，原来是那两个小卡拉咪啊！别跟这小子废话了，动手吧！动手！
愣着干嘛？继续啊！你们一帮人还打不过一个人吗？啊！别老说了，谁要是杀了他，奖励1000万。谁杀了他，奖励1000万。找死！到什么了？这个男人医术超凡，武功卓越，顶天立地。夏老，这小子很强，你可要小心。强？再强也是强不过老夫。小子，你确实有点厉害，五毒花都不是你的对手。这些家伙在我眼中只不过是一群废物罢了。废物再多不还是废物吗？废物再多不还是废物吗？小子够狂，再狂的人在老夫面前你要臣服于我。今天老夫给你个机会，在老夫面前平静。凭什么？凭你矮啊？凭你丑？凭你蠢？老夫乃华国地界高手，袖珍刀下极渊，你竟敢侮辱于我，该当何罪？一榜高手？这是什么榜单啊？哦，该不会是上榜的那些高手都是一群像你这样的废物吧？找死！不可能，竟然能接住夏老的黑刀。就这，什么狗屁地榜高手，我看着地榜废物还差不多。闭嘴！让死！真奇怪了。小子，果然是宗师。呀，飞刀不是这么玩的，小爷我教你怎么玩飞刀。小子，你是宗师，老夫也是宗师，老夫已经踏入宗师中期，想破我防御，闭门！看来你还是有两下子，我还以为你只会玩飞刀。伶牙俐齿，找死！来。杨毅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我问你，夏老，你可是地榜高手，宗师强者。小子，你问啥？哥，可是地榜，借着提拔你，哥问你杀了我，听讲你顺手完蛋。你哥最好不要出现，要是他的出现，他的下场和你一样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我错了，你别杀我，回去告诉裴行军，三日后我会亲自灭了裴家。滚吧！好，好，我马上滚，我马上滚。杨毅，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走吧。杨毅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跟别人打架了？怎么，心疼我了？我是怕你受伤，又怕你得罪别人。总之，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跟别人打架了，好吗？好。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吧？没什么大事，我就是刚刚跟那个老头对掌的时候受了点内伤，我去给你叫医生。哎，不用，叫什么医生啊？我不就是医生吗？我只需要闭关休养几日，这几日不要让外人打扰我就好。这一战，居然受了这么重的内伤，果然地榜高手的实力不容小觑。裴千绝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我敢叫的谁？有没有任何感觉？真的太好了！女儿，说不定你明天就会重新站起来，
杨毅啊，真不错，有两把刷子，我没看出他。如果他成了我秦家的女婿，我这后半辈子就放心了。爸，叔叔，老爷说的对，你呀、啊，赶紧趁热把药给喝了，等你重新站起来，我也就轻松了。你们什么人？他妈废话！把这残废吃了。住手！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这么放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入室抢人！知道我的女婿是谁吗？女婿？哦，杨毅吧？躲在哪儿呢？得罪了裴家，现在狗碰咱俩躲都敢出来干什么？你们别跑，爸爸在呢！你们这帮畜生，要动我女儿，除非从我治理上大不了啊！那我就满足你。来人啊，废了他！是。杨先生，你终于醒了。你进去，你去找你，你居然敢主动找上门来。不是说三日内要来灭了我裴家吗？怎么做缩头乌龟了？别进去，金光在哪儿？哦，想他了？放心，他好着呢。哎，你听听，你别过来，你进来，你别动。一墨，千珏，你个老王八蛋，你别动他！我没做什么，只是我手下的人觉得这丫头长相还不错、啊、想收拾她，又没少块肉，你不用担心。千珏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一墨一个汗毛，我杀你全家！事到如今，皇上。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十二点之前来我裴家登门受死，我说不定还会放过你，不然你就给这丫头都吃了。千珏，大师姐。我要动用神皇令。拜见神皇令主人。都起来吧。好久不见啊，师姐们。臭小子，你这么着急喊我们过来干嘛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赶紧跟三侠说？你这臭小子的性格呀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动用神皇令的。说是谁欺负你了？师姐们帮你灭了他。多谢师姐们关心，此事事关重要。大师姐，我让您查的，您查到了吗？裴家乃是京都五大家族之首，曹家的手下，在曹家的扶持下，裴家涉及了医道、武道、商业等多个领域，在三湘省可是顶级家族之一，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。看来此事。我们还是要小心惩罚、嗯。我说这裴家怎么就这么喜欢在我面前作死疯？原来是曹家的狗腿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哎，杨毅，那接下来你想怎么处理？随我灭了裴家。是。三湘裴家，我来了。
张毅这小子12点之前应该会赶到星城，对此只要他敢来，我们定然要让他有来无回，定然要让他有来无回。杀了恩泽，我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放心吧，大哥，只要林毅那小子敢来，我绝不可能让他活着回去。不过父亲，对付这么个毛头小子，我们搞这么大阵仗，是不是太看得起他了？杨红啊，你要知道，猛虎搏兔亦要用全力。我们裴家能走到今天的地位，绝非妄自尊大。杨毅能杀了夏之渊，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不弱，所以我才将他引到星城来，将他铲除，竟强龙不压地头蛇。况且这小子绝非强龙，我们也绝非地头蛇。到杀了这小子后，们再进军江城，将四海商会、秦家、江城那些家族全部收服。到那时，我们裴家将更上一层楼，向华夏顶级家族迈上一大步。父亲就是父亲，运筹帷幄，高瞻远瞩啊！我为何要将这小子引来三相吗？我已经安排四海商会的人在半路拦截杨毅那小子，只要他敢来，必死无疑。万一这小子不来怎么办？通过这几次的调查，我发现了这小子一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太重感情。如今这小子的人在我们手上，所以一定会来。来了，恩泽，报仇雪恨。恩泽，再等等，马上送这小子下去陪你。你们不会得逞的，杨毅和你一定会灭了你们裴家。真人，龙之水，只有裴家，看你作风，连一个小人都敢来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行了，你把这个女人打死了，我们还要用这个女人要挟杨毅的小子呢。好，父亲。这个女人带下去。各位，人手都聚集了吗？不是，裴家三千护卫全部遇袭。京城机场、高铁站、各大交通要道都派人盯着了吗？放心吧，父亲，都已经盯好了。而且我还在各个路口安插了500多人护卫。只要杨毅那小子敢来，半路就弄死，也免得脏了我们大家的手。武苍龙商会、黑虎商会、天狼商会和血鹰商会四大一流商会帮助，这次定会尸骨无存。四大一流商会的会长都向我保证，他们会出动1000精锐协助我们。这一次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只要这小子敢来，我等定然要让他有来无回。小子，不简单嘛，竟然敢来三乡。不过也就道成，你们终究会死在我们的手上。你们也是裴家的人？当然不是，我是苍龙商会副会长王刀。我是黑虎商会的副会长袁野。我是天狼商会副会长齐凯。我是血鹰商会副会长辉。你们既然是南方的商会，不是应该听从镇南王的调遣吗？为何要帮裴家做事？小子，有点见识吗？还知道镇南王？告诉你，我们四大商会跟裴家不是。原来如此。小子，别废话了，马上行动吧。给我动手！慢着。怎么？怎么了？大师姐，下手轻点，不然打死了，损失的可是咱自己。滚上！老子不打你！老子。嘴挺贱呀，嘴挺贱呀！放屁！
到底是谁？师傅，师傅。是你不仁，还敢打着老娘的旗号？信不信我把你阉了，让你这辈子碰不了女人？你是郑南王。家主，外面来了好多车。来了好多车，谁这么豪横啊？好像是四大盛会的车。难道是那小子被四大商会的人斩杀了？可那王先生为何没给我打电话呢？不是，你出去看就知道了。好，我出去看看。哈哈哈，果真是四大商会的人来了。果真是四大商会的人来了。王先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难道说杨毅那小子已经被你们给杀了？要真是如此，我裴家必有重谢。恭喜杨先生。杨先生，难道说裴老二，咱们总算是见面了。杨毅，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王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何没有杀了杨毅这小子，而且还对他这么恭敬？裴先爵，杨先生可是正南王的人，你让我们四大商会帮着你杀正南王的师弟，你在开玩笑？简直是一派胡言。老夫曾经见过镇南王一面，镇南王是东方小姐，他哪里来的什么师弟？王东，你莫要被这嘴子给骗了。哦，说错了，杨先生是未来的镇南王，你让我们杀未来的镇南王，你就得可能吗？老弟，你被他们骗了，一定是杨毅这小子许诺了他们，他们才会站在这小子这边。有道理。王东，这小子给你许诺了什么好处？你这么帮他？杨先生的确答应了我们的好处，他说了，灭了你们裴家，你们裴家所有的家产都归我们四大商会所有。想灭我裴家，那就来试试吧！别废话了，老东西，赶紧把秦小姐交出来！给我把人带上来！一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老东西，赶紧把人放了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全尸。放了人？你是在做梦吧？你要是不想见到这个女人死，乖乖的听老夫的话，赶紧跪下来，给我孙子磕头道歉，然后自废丹田。听到没有？赶紧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杨毅，不要跪！杨先生。你说你来这么难吗？小子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难道你真想看到这个女人死吗？小子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人吗？慢着！喂，早点这样不就好了吗？你跪下，老夫的耐心是有限的。你小子就是再强又能怎么样？现在还不是任由我们拿捏？小心！动手！让开他们！大师姐，帮我照顾好他。放心吧，师姐。
老东西，你不是说我注定会死在这里？现在呢？小子，以为这就是我老夫最后的底牌吗？<笑>你错了，现在我一件事想，我裴家真正的底牌。齐真，齐真。 赶紧离开这里！快，受不了了！啊、<笑>你死定了！这可是自古传下来的阵法，定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我裴家陪葬，老东西，你以为你靠着这个大阵就能杀了我吗？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啊！我本是你破了大阵。 杀我！那我就如你所愿，九天龙宫。这是什么龙？居然如此狂！这是什么仙人手段？杨毅，你灭我裴家，你不得好死！ 臭小子，都打完了。我在想啊，灭裴家都尚且如此，若是我们现在遇上五大家族之首的陶家，会有几成胜算？师弟，若是你愿意拿神皇令去接手神皇岛的事，别说五大家族。 一墨，一墨，是我，你看看我，我是杨毅。杨毅，啊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对不起，你相信我，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 这是最后一次施针了，待会儿我会在你的毒鼻、吸眼、阴灵泉以及血海穴施针，针比上次大，你得忍一下。默默，默默，你想好站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了吗？我说大姐呀，你能不能不要在我施针的时候一惊一乍啊？ 有感觉了吗？有点酸。怎么样？麻。有感觉了，有麻的感觉了。现在呢？炸！哎，快要爆炸的感觉！怎么会这样，杨先生？这……你相信我，这都是正常现象。杨先生，这怎么会？这是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默默，你以前会有疼的感觉吗？那就说明腿好了。来，站起来试试。
你以后可以走路啊！一月之期已到，当初的对赌协议上可说好了，怎么这是要赖账吗？我早就知道那个小子没有这个能力，只不过是缓兵之计。秦祖荣，你现在还是怕不得，乖乖的交出主上的位置，让和尚送你去。 说不定你还能有条活路，说不定你还能有条活路。废什么话？对赌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如果解决不了公司危机，招出滚出公司，现在好不容易和尚愿意接手公司，那是你秦祖荣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真是没想到，当年一起和女儿打拼的公司元老，现在居然变成了人不为己。 人不为己，人不为面。更何况你也说了，这公司是你女儿秦以沫和我们一起打拼出来的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行了，这合同还签吗？签签的，我们当然签了，这就签。我们董事会投票一致决定，弹劾董事长之位。现在由我代理董前合同。秦老爷子，有的时候一步错就是步步错，你能放心？ 选错路的人是你。你的腿怎么？我这腿好了，你很瘦。爸，你先下去休息，这个交给我就好。腿好了也没用，我公司的危机不还是没解决？还是要靠我爸狠心收购你。金花，我劝你还是跟着我，至少这样，秦家大小姐还不至于沦落街头。 我这脏手爪子要放我碰这一下，怎么就给你剁了？你真以为你会点功夫就了不起了是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得罪佩家，就是因为这个狗东西。什么？是你？早就知道这小子居心不良，我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你搞的。哎呀，那是我心软呐。你们也知道我跟裴家关系很好，苦口婆心劝了很久，裴家这才同意的。 只要我收购了公司，就听懂了吗？秦永啊，和尚这可是在帮公司，他背后的靠山可是裴家，咱们可吃对不起。对呀、啊，默默，你就看在我们一把老骨头的份上，让我们安度晚年，好不好？安度晚年？消息啊，靠山是裴家是吧？靠山是裴家是吧？不然呢？ 裴家的实力你根本就不知道，我劝你现在啊，还是跪下给我道歉，再让我扇几个巴掌，万一我心情好了放你走了呢？啊！你刚才不是说你喜欢抽巴掌？你小子发癫的，居然敢动手打和尚！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。哎，你们这几个渣渣，要是再敢多嘴一句，我连你们一块打！ 好东西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裴家，你死定了！别打了，裴家呀，都已经被我灭了。<笑>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嗯，裴家被你灭了，你是要笑死我吗？不信啊！我该信吗？裴家什么实力啊？啊，你一句话裴家没了。哎，我见过吹牛逼厉害的，没见过吹牛逼像你这么厉害的。废话真他妈多，打，问问。秦一墨。 你的眼光是真差，哎，看上这么一个满嘴跑火车的玩意儿，真他妈眼瞎。东行不义必自毙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今儿我就打这个电话，我拆穿这狗东西的嘴脸，我让你心服口服。你赶紧打。怎么样？别急，人家裴家销售组是李万基忙着呢，我现在就给公司打电话，再让你嚣张一分钟，行。 那我也就多给你一分钟时间，让你最后再好好装装逼。喂，哎，是裴氏集团吗？我是何家的裴家宝。哎，裴老爷子怎么不接电话？你还不知道，裴氏集团已经破产了，三湘裴家已经被灭门了。什么？
怎么说呢？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一定不是真的。我看来有必要让你清醒。雷哥，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得罪你，我不应该得罪李墨，我求求你们饶了我，求求你们饶了我。你决定我。我以后再也不想听见。好，我一定让你们拿不下我。怎么，现在都不敢抬头看我了？没有，我们也是被猪肉蒙了心。哎，是啊，默默，你就看在这些年我们对公司的付出没有功劳入伙的份上，你跟他分手，放我一马吧。我答应的事情会一件一件做的。也希望你们能谨记这次教训，若有再犯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多谢同志。三天后，公司新品将会上市，到时候前十家合作的公司将会享受10%的股份。你跟负责那些股东，你还要继续留着？毕竟他们都是一路陪我走过来的骨干，家里的妻儿老小也需要靠他们吃饭。况且，忠诚坚贞就在一瞬间。公司需要忠诚，也需要坚贞，相互中和，相互制约，才能成就。行啊，可以啊。那平时跟我话那么少，一变身霸道总裁，小咳嗽的是一套一套的啊。还不是因为你嘴太贫。我对你说的所有情话，都是发自肺腑的。公司这么多人啊，看得多不好。南烨，虽然这些话我说了很多次了，但我还是想说。别谢了，你就多说话，我就谢谢我，你敢问，你自己会后悔。我要谢谢你对我的帮助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够重新的站起来。要谢谢你给我的药方。让公司研发出新的药品，稳住危机。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了，所以只能以身相许。你要干嘛？我不行了，我忍不住了。我现在说怎么办？我感觉我体内这个先天纯阳之力马上就要溢出来了。你是先天纯阴之体，只有你能帮我。啊！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，我就说你什么都不图，帮你挣点钱。你的狐狸尾巴，都是用为什么？我不管，反正你已经是我老婆了。讨厌！啊啊啊啊